在传授的主题就是我们个人对抗体制的一项主题。虽然说它是发生在学校里面，它其实某种程度也在影射，就是社会上的一种众生。所谓的议题其实都是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它不见得能够去改变，或者不见得能够有一些影响的。唯有你去了解到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才能感同身受到他们那个生活的样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台湾最宝贵的价值就是多余，说我们拍不出香港十年，因为这边是台湾的导演，我们没有香港那个社会的氛围。家族里面的人都来自四面八方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问题。那我觉得你那一个晚上大家聚在一起，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现状的一个小缩影。这个电影回家了，原生家庭的爱，然后对我们身上的一些影响，它会影响到我的选择，影响到我如何去爱别人，或者是我想得到什么样的爱。花了15天的时间，让这个团真的像一个乐团。其实一个乐团，它真的是必须要经过一段生活、一段磨合，它才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在台上演出的乐团。这都是我像过去的那个受到压抑的环境，还在坚持摇滚的这些音乐人，对他们所做的致敬。这个故事是改编的，但是它的精神是真实。